十包、二十包、三十包、四十包还不够啊！现在呢，老弟再加十包，咱现在是8.8的价格啊，整整给咱撸50包。看一下这个小包装，都是相当精致啊，每个呢都是这样独立小包装的。中间呢是一整颗巴旦木啊，周围全是这样的瓜子仁，而且呢它这个表面啊没有说多余的糖粉，咱吃起来不会粘牙。嗯，好酥脆，中间呢也都实心的，巴旦木的清香啊混合这个瓜子仁的香味特别浓郁。嗯，而且呢它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啊，只有巴旦木还有瓜子仁，没有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添加。嗯嗯，关键呢今天这个价格啊也太合适了，5.9的价格整整包邮30包，8.8呢直接给咱了50包啊，越拍多了越划算。嗯，就是这样整颗的巴旦木。嗯，这感觉啊就像咱小时候一把瓜子啊放嘴里特别过瘾，关键呢现在也不扒了，1口秒啊更过瘾。嗯。